把这个做出来，这个应该比较没问题了，这个是基本的哈，一般的函数应用。那 VBA 怎么做？第一个当然我们要考虑到就是它的范围，所以回圈以后你要不要套公式嘛 ？For i 等于二到七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来中间做什么 ？If 如果这个是哪一栏呢？这个是一栏，如果是 sales i 逗点一，一是一栏的意思哈。如果一栏它这个条件怎么样？大于等于60的话 ，then 我要做什么呢？把这个居栏里面的这个位同样的位置啊，输出一个合格。好，那反之，像这个反之就不合格。所以这个当然逻辑上应该想得出来，可是程式怎么跑呢？好，慢慢各位就是要习惯这样的模式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再来切换到 Visual Basic 模式。那我刚刚讲过，建议是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的没关系。好，那首先当然第一个，它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专案，专案里面的话，预设可能是没有模组，所以写程式第一步有没有跟上一题一样，右键插入模组 ，OK， 第一步。那建议各位哈，不要一下子开太多个 Excel 档，因为刚刚有同学开好几个档，啊，写到哪里去都不知道。那没有关系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它的开头一定是 VBA Project， 后面就是加的就是什么，在这个 VBA Project 在哪个档案里面啊？好，所以你就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刚刚好像有同学是又开了这个档，然后也开了前面档，结果前面的档的 module 他以为是在这里，所以这边打开里面是空的，他以为不见了，不是，其实是在前一个，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到。好，啊，之前还有同学哦，他发生一个状况，什么状况？因为他不小心叉叉，有些人很喜欢关呢，而且很喜欢把所有东西都关掉，对不对？那关掉的话，他想说哇完蛋了，再他想说没关系，再关掉重开一下，他又进来，还是一样，哦，所以他又关掉又重开，哦，他又觉得可能就很觉得好像很悲剧的感觉了哈，所以他就想说，哎，要怎么办？是要重灌的吗？不用重灌嘛，你记得哈，以后不小心关掉没关系，你只要找得到，最重要的就是检视里面的什么专案总管，反正你就把专案总管叫出来，里面东西都有了，哦，特别是就在这里。啊，再来另外画面上的东西，如果找不到，请你到检视里面找专案总管 ，OK， 好，哦，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关掉没关系哦，记得就是检视里面的专案总管，然后呢再开启你要的模组 ，OK， 好，哦，所以这个环境设定的话，把它单纯化，如果不小心关掉，记得就是专案总管 ，OK， 好，哦。接下来我们要写一个什么 VBA 程式，这个 VBA 程式的需求是这样子，在这边，所以为什么要浮在上面？其实你可以看一边，一般写程式一边看，然后一边写嘛，啊，逻辑想到哪里就程式写到哪里了。好，啊，再来插入什么程序，也许名称的话我们叫做程机好了，比如说这个 sub 叫程机，那它是一个 sub， 因为我要做一个按钮。好 ，VBA 的按钮 ，OK， 按确定。再来呢，我们的逻辑是这样，一样嘛，按一个 Tab， 我的习惯按 Tab 是缩排，因为前面一阶跟我下一阶哈，每一阶每一阶这样很清楚。For i 等于多少？二到七 ，Enter。啊，当然这个七这个数字有没有？将来也许会变啊，其实可以用侦测的，这后面再讲哈。然后 next，enter 两下 next， 那 next 表示说先七 ，next， 不跟这样，二 next 之后变三 ，next 变四，一直到七 ，next 意思就是下一阶的意思啊，下一阶 ，OK， 再到里面的话按一个 tab， 那里面的话呢，我们要写什么逻辑判断，所以逻辑判断写一个 if 什么呢？这个是依然嘛。依然的写法是这样，其实这个有点像套公式嘛，反正将来就一的就是这样，这个应该有印象吧哈，依然对不对？哎，你就知道依然大于等于这个应该会吧哈，60空白键 then 的意思是然后 enter 两下 else 反之 enter 两下 and if， 那特别注意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结构。if 空格逻辑判断空格 then
这个一定要有，这个跟这个一定要有 ，else and if 这个是一个结构 ，else 就反之的意思。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，那我要把结果输出到哪里？居然，那居然的写法就是啊，就是，偷懒一下，这边改成什么？改成居就好了。居然输出什么？就是合格两个字，所以在这边的话打上合格。 反之的话呢，就是什么不合格，不合格就是把上面这边复制下来，改一个字，多一个字而已。啊，一样输出到同样的是 居栏的同样位置，哦，那这个 i 都是同一列嘛，所以不用去理会它，你就把它当成是公式。好，这样子的话完成了。完成之后呢，试试看吧，游标放下来，对不对？ 把它拉下来一点点，记得游标放在这个区域里面，按下执行，有没有？就通通出来了。OK， 好，如果你要把它置中一点点，这个地方按置中，啊，加按钮的话，对吧？开发人员里面按钮这边在旁边啊，拖拉出一个按钮，他问你哪一个？这一个，确定，有没有？啊，上面再自己再改一下哈，名称，按下去。 就完成，有没有？所以基本上呢，跟刚刚的流程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多了一个逻辑判断。好，特别注意哦 ，if then else and if， 其他都相同。OK， 好，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试试看哦，这个是在 VBA 里面哦，如何去做逻辑的判断。OK， 来，画面还给各位一下哦。好